就是一个乌龙案，一定要郑重的向全国幼保人员道歉。炮火猛烈，廖先祥要中央政府道歉。新北卫药案烧到细致，代表国民党出战立委的在地议员廖先祥连告立委赖品妤，不断的想要利用这个案例去模糊焦点，然后去让大家不要注意到之前板桥的疑似卫药案。细致某幼儿园小朋友尿液验出微量苯二氮平，但质谱已检测是阴性，目前全员八十人采检，还有一人数值零件值，还要再检验。立委选战战火不休，让大众对于这件报告去扩大大众的恐慌，那造成这样子的恐慌，我认为赖品妤他也应该要亲自道歉。忘记了自己是金山万里跟汐止的议员，第一时间居然是跳出来帮侯友宜市长护航。两人连日来隔空交火，汐止选情也引起关注。新北第十二选区在赖品妤来之前没有民进党立委，传统蓝大于绿选区。不过2020年立委选战，赖品妤以黑马姿态，只花100天就从落后国民党对手20个百分点到2个百分点差距逆转胜，轻跑基层和会刊力守这一席。对这3年多来做了这么多事情，国会的评鉴，其实我不管是在公都盟或是口袋国会，都是优秀立委。新北第十二选区，民进党在4年前好不容易让蓝天变绿地，这回汐止卫药疑云，赖品妤要力抗对手，除了追真相，更为选区孩童健康。三立李维婷、陈菊杰和采用新北怎么的。